我是大四瑶。昨天本来是大热天，今天忽然变天，变成大阴天了。我们走吧。我们今天一点来超市买点生活用品，顺便给我买个好吃的，走。西瓜太贵了啊，4块钱。对呀、啊，等到天气热一点了，我再给你买，天天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走，走，走，买点红枣吧，这个巨大枣。我要买两种美味，这些可好吃呢。这是红豆面包，可好吃呢。这是酸奶面包，也可好吃呢。来装几个吧。哇！那你给我买一个吗？不可以买这个。啊，好吧。爸爸，今天的作业是什么？今天的作业是爸爸来念词语，你来写拼音。好嘞，预备开始。第一个，蓝天。第二个，帆船。帆船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树根。树。金鱼。啥呢？最后一个。竹笋。枝无竹。笋。头又低下去了啊、哦！哦哦哦！头抬起来。爸爸，现在就这么点作业？啊、哦，今天就这么点。走，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小乌龟。嘿嘿。肚子饿扁了，走，来，我们拿个红枣吃一下。先吃一个红枣啊！说说我怎么吃过这么大的枣吗？叫新疆和田大枣，尝一个。超甜。你也吃一个。给我吃一个。这个很甜，这个。超甜。都没洗嘞。你吗？算了吧。好甜啊！我。这下肯定得洗了。先走，洗一下。这个是我们家的绿豆跟燕麦，没有了。走，我们家。真甜。OK， 我让你去吧。满了，嘿嘿，我们把这几个罐子全部都装满啦！爸，今天晚上的晚餐是什么？我不想做饭了。那我就吃一个面包跟一个饼干，再画一杯牛奶，晚上的饭就解决了。好，又中了你的阴谋诡计。那你不是说不做饭了吗？每天晚上吃那么一点，我应该就能减肥了。你在学校已经吃过一顿饭嘞？加肥？你在学校是不是吃过一顿饭了？是。对呀、那你还说减肥？好吃吗？这个？好吃。
它有馅儿是吗？嗯。爸爸，给你。最后一口了，还给我。这是对你的爱呀。一个，好香啊！哇塞。嗯，小草丛里蹲着一只绿色的蝈蝈。吃完饭，去来划一划，走，去来。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好。